我是司徒耀祖，我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青年。今天要讲的，就是我的故事。在我生活的年代，口口相传着一句古训：不能使孺子败于发刃。于是莫名其妙的，我们必须习文、练武。 小丹青通音律，四书五经，棍法剑谱，无带当风，高山流水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我们又被迫放弃了这一切，因为你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名门正派的东西。刹那之间，名门正派四个字成了你存在的全部。它代表着黄金屋，代表着颜如玉，代表着你生存下去的权利和意义。 我最终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名门正派，但是我学成下山，准备迎接我辉煌而成功的人生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败于发人。最终，家里托关系，给我在老家的小衙门找了个捕快的工作。 听起来是一个很威风的职业，身怀绝技，横刀立马，铁面无私。可现实是，我没有查过一个案子，每天干的都是这样的事情。我不干了。好啊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继续在这儿待着，我就是浪费生命。把衣服脱掉。 你的衣服是衙门的。哎呦，哎呦，风。有一种人，你每次见他的时候，就想狠狠地抽他一巴掌，然后再骂他一句“傻子”。你小子现在什么花样的，光着屁股了？哎，凉快啊！我就不要吹牛了。 你买不起吗？我买给你嘛！哎呦，随便娶一个盖子。从小长相不如你，学习不如你，一切都不如你。但是当你还在贫困和温饱之间苦苦挣扎的时候，他已经坐着豪车，住着豪宅了。个乔姐，个乔姐，喏，哎。他叫李静香，是全村男人的意淫对象。我的第一次梦遗。 就是献给了他，相公，他竟然也跟了这个傻子。我们分手吧，你别再劝我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。我不是不爱你，更不是始乱终弃，我们真的不合适，你别再拖累我了。 别人女朋友都躺在床上了，我的女朋友还挂在墙上。一份没有前途的职业，一个挂在墙上的女朋友。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我要去京城，我要考取武状元，迎娶大家闺秀，走向人生的巅峰。现在，就是我迈向成功的第一步。啊！啊！ 站在汴京的街道上，我意识到我是属于这里的。哎，大爷来了，老板，来碗茶，京城的大。
你干什么呢？你放开我！你放！哎呀！你活够了吧你？这是京城，你知道家父谁吗？家父张二和。撞了人要认错。家父张二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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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，我错了。你没事吧？你有病吧你？你知道我爹谁吗？家父张二和。我告诉你。好听吗？哎，啊，好不好听？啊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这是我自己写的词，你还是我的第一个听众呢。之前的客人他们都不爱听这些，只爱听柳四辩写的词。柳四辩是谁啊？他是京城最著名的词人，当歌妓如果想要红呢，就要唱他写的词。我听说，哎，在京城想红，必须得跟这种人睡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搭理他，真的。待我金榜题名时，我一定带着我的同僚们一起给你捧场。刚刚你替我打抱不平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呢。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，你稍作片刻。行，这是我第一次做，做的不好你千万别嫌弃啊。嗯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还能是什么？你怎么把衣服脱了？我有点热，刚才确实有点尴尬，但你看我还是很巧妙地掩饰过去了。你这儿租一个月够我在老家租一年的了。哎呀，大哥，啊不不，大侠，话不能恁个说噻，这是哪儿啊？汴京，堂堂的国都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两天看房子人那是多得不得了哦，就像苍蝇一样往这飞啊，一群一群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说你是苍蝇哈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大侠，你看这个房子，是不是物超所值？哎，你看这个房子，坐北朝南，南北通透。你这墙上都是洞，它可不通透吗？家具齐全，拎包入住，好方便哦。哎哎哎，你看你看，这是这个房子最大的亮点，天窗，好别致，好典雅。你想一下，月朗星稀，你约上三五个妹儿，喝酒聊天，品茶赏月，月光尽收眼底，啥子感觉？那要是下雨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们都考虑周全了。感觉如何？是不是有一丝丝的浪漫？我呀，哎，要是租这房子，我他妈就一傻子。我发现我是个傻子，这跟露宿街头有什么区别？
你点的火锅，你朋友啊，原来你们俩是不打不相识啊！照我看，这次你确实欠揍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人都有三急，我当时屎都顶到屁眼了。那你后来怎么解决的？ 什么动静？哦，这后面是妓院的茅房。这你们都吃得下去？这怎么吃不下去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想在京城混，你必须主动适应这儿的环境，环境不可能适应你吧？你爹不是那谁吗？你为什么住这么寒酸的地方？家父虽然是张二和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想要靠自己的双手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。那张公子，你是干嘛的？丹青，艺术家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有什么作品瞻仰一下吗？ 初次见面就当见面礼了，李师师，密门录。哦哦哦！微妙微笑。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这个画作，就是你的福音。司徒兄，那你是做哪个行业的？我是习武之人，来京考武士，想为朝廷效命。好。你爹谁啊？司徒光宗。没听说过，自求多福吧。 他为什么穿男装啊？男人不穿男装穿女装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名字，籍贯，你爹的名字。哎，大人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内急，请问茅房在哪儿啊？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哎。 大人，你尿我鞋上了。对不起，大人。那咱们就开始第一轮阅卷吧。这一轮是王侯之将。 这一轮是将相出身，这一轮是布衣出身。把这些都送入柴房引火，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。身为贱民，就该认命。有相关工作经验吗？一直以来，我们都以为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这句话是一个反问句。此刻我明白，它是一个疑问句。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有。今日是我家，人人都爱他，客人是爹妈，大把钱花。小花，让开！二货，陈才，回来。大步还走，大步还走，好。反正我是不打算在这儿常待的。 我是北清派出来的，那怎么着？你北清的啊？我还武当了呢，后院一峨眉一空丛的，啥叫名门正派啊？早不值钱了。经过一番努力和打拼，我最后惊喜的发现，我离自己的梦想又远了一些。 五局我没考上，我知道啊。那你还跟我喝酒？为什么不能跟你喝？你们这种当红歌妓，能跟你们喝酒的不都是达官贵人吗？来，虽然我是歌妓，可是我一点也不红。别说达官贵人了，就是普通客人都没有。怎么会呢？你歌写那么好听，给你看。 这都是我自己写的，这么多呀！我一直相信，总有一天我写的这些词会被人们所欣赏的。我爹呀是个烧砖的，小时候他烧砖，我就帮他搬砖。我来京城，就是想靠自己混出个样子来。将来，不要我烧砖，我儿子帮我搬砖。不过现在看来太荒唐了。
像我们这种寻常人家出来的孩子，想靠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去找那个柳什么辫的，至少这还是个实现梦想的机会。可你刚刚不是说我写的词好听吗？是好是好，但是。干嘛去啊？当时我真的崩溃了，但是我还不甘心，就让老天决定吧。您问一声，这么多人在这儿都干嘛呢？当然是告状的。原来这就是上天对我的启示，不退缩，不回避，直面着不公的朝政，发出自己微弱的呐喊。一个人的声音虽然微弱，但是终将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。打！谁能把他拿下？谁能按在老爷第一个吗？你是来告状的？是又怎么样？像你们这样刁民，能有多么大的冤屈？应天府老爷都给你们做不了主，非要跑到京城来告状？我要告的事，应天府就做不了主。你要告谁呀？我要告科举舞弊。撞下来，撞下来！哎哎，干嘛呀？哎哎哎哎，干嘛？什么意思呀？菜，把嘴闭上，那个手？这个，没有，你输了。你现在欠大人10万两银子，也就是欠我10万两银子。凭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做人很公平啊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来，菜。这个没有，你又输了。你这俩都没有啊？我也没有说有啊。无奈吧，人生就是这么无奈。不过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：要么还我的银子，要么做我的干儿子。你谁呀？你我就做你干儿子。都御史兼太常少卿张二活。家父张二和，哎呦，这个娃也太聪明了。你听爹说啊，做我的干儿子不白做，你可以当驸马。你们都出去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那您还能去哪儿啊？我来介绍一下啊。妈妈，你出去一下。萌萌，待会儿我去找你啊。啥事？为啥？啥为啥？你为啥让那个瓜皮司徒去当驸马呢？你娃死了，你找我干嘛？你叫唤啥？你喊啥呢嘛？来来来，坐坐坐。你明白不？我不明白，我也能行。哎呀，你喊啥呢嘛？太危险，
故人云：“不肖忧散，无后为大。”你是咱家的一根豆苗，你万一出了啥事情，我怎么能对得起老祖先呢？抛下这些咱都不说，你娶了个公主有啥好的呢？你一辈子就只能娶一个婆姨了，你受不了。我受得了。你听我跟你说，我、你娘、你二娘、三娘、四娘、五娘，我们生活在一块儿，其乐融融，非常的和谐，十分的舒服。哎，就这，我为啥还要偶尔到这儿来呢？你听我跟你说，咱们老张家的人能力强，猛。我不管，我要当驸马。来来来来来，来，给你一个机会，猜一下。这边有没有？错了。那边有没有？又错了。你放过你。我也没说有嘛。萌萌，你等我，萌萌。咦，你这咋当爹的呀？见了圣上，一定不能紧张。这是臣的一字，今日在这教场之上，第一绝不拿第二，第二一定要拿第一。令郎的表演为何如此浮夸？谁能像张大人一样聪明，弄个义子来参加比赛？霍振芳，张耀祖。霍振芳，还是张耀祖。哎，我是兄弟。霍振芳，又是张耀祖。最终对阵双方，张耀祖、蔡丞相义子蔡翠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你可以来，我不可以来吗？郎的胸大肌为何如此浮夸呀？平身，平身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微臣什么时候跟公主成亲？没有公主了。没有公主？皇上的意思是，两位公主都让大理国劫走了。皇上，你一次嫁我两位公主啊？什么两位公主？劫走的是两个公主，嫁给你的是三公主一个。你去趟大理，两个都救回来吗？皇上发兵讨伐，微臣愿意。近身，发兵，发什么兵啊？如果打败了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皇上，你那么多大内高手都上哪儿去了？
这皇上派出去的大内高手啊，那都像割韭菜一样，仗一茬割一茬，仗一茬割一茬，一茬一茬又一茬，没有一茬，不对，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了。大内高手，我派了几批人去，一个都没有活命回来，咋办？咋办？要是俺儿子真的死球子了，那么就是对不起俺老祖宗啊！我找了个干儿子，反正死了也是白死。万一他活了，把公主救回来呢？有的时候啊，你们都不知道我才华横溢，都不好意思给你们说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现在你们终于知道我为啥不让娃张定定比武招亲的原因了吧？明日出发。我明天就要走了，我这一走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我要是能活着回来，我一定带着王公大臣们去捧你的场。我一直都想告诉你，你写的歌真的很好听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有几篇找不到想去找他，陪他一起去。我也不知道，是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呢，还是希望去成全他？也可能是心存侥幸吧。爱卿此去路途艰险，朕赐你黄金千两。皇上，黄金千两果然好沉。你的人马就在，在前面。谢皇上。哎，谢谢谢谢二位，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帮忙。操！不说黄金千两吗？大哥。早该想到是这样了。你说皇上下的旨，户部播出，户部有尚书有侍郎的，再交给兵部，兵部也有尚书和侍郎，再交给殿前司，殿前司有指挥使有虞侯的。但你说，也不能省这么少啊！还是咱涉世未深。二位大侠，你们谁能跟我解释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这还看不明白吗？我们要给你弄死！大了你的胆了，我是钦差驸马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现在嘛处境，知道一会儿我们怎么弄死你吗？把你推进一个静静的小树林，吹着微微的小风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咔嚓一下就把你脑袋给剁下来。你放心，咱都习武之人，给你个痛快。哎，大哥大哥，咱能给他勒死吗？为嘛？你看，你看他这衣服，衣服能值点银子，咱给他衣服卖了。对呀，咱先给他推进一个静静的小树林，吹着微风，然后咱们俩人就把他给勒死。大哥，啊，勒死他会大小便失禁吗？可能会吧。那咱得先把衣服脱了。对对，咱先把他衣服扒了，对，然后再给他推进一个静静的小树林，
吹着呜呜的小风。嗯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他现在就弄死他！你觉得我是愿意待在下面吗？你拉我上去，我谢你一辈子。你可别闹了，赶紧回去吧啊！这一路上不知道多少危险呢。我可以保护你的，我剑法很准的，你看。哎，你说我们会不会碰到绝世高手啊？我以前看的书里面都说，掉到悬崖里的人都会有高人相救的。姑娘，叫我呀。你是高人。小老儿姓高名人。你真的不是绝世高手？我要是绝世高手的话，我能住这儿吗？你们怎么了？劲儿，我中箭了，我死了呗。我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抓你们的是工部尚书的人。抓我们干嘛？修桥归哪管？工部啊。这不接了吗？这桥不是垮了吗？这桥垮了要是没死人的话，那顶多就是罚俸申斥；这桥垮了要是敢死了一个人的话，那就是停薪降级；这桥垮了要是敢摔了驸马爷，那就是全家满门抽斩。你说他还能让你们顺利的见到皇上吗？哎，你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吧。我知道一个捷径。走吧。走啊。回来，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？我的要求还没有提出来呢。等我们把公主救出来的时候，你必须把头等功和驸马之位让给我。大凯，签字，华爷。哎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你说你都有个好爹了，你还出来冒什么险呀？从小到大，没有人看得起我。都说是我靠我爹，我还想靠我爹呢。靠爹有什么好啊？靠爹有什么不好？有的靠谁不想靠啊？有靠不靠你就是有病。我就是不靠，自己干也能成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？找啥呀？我做的记号怎么没了呀？用什么做的记号？馒头啊。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就是证明你不靠你爹的时候。什么？你这样说不太好。他爹是那谁，他死不了的，走开。嗨。
救命啊！自己修的桥，哎，有本事你过来呀！不是追我吗？干嘛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家父是。不好意思啊，说顺嘴了，说顺嘴了，我改了，现在已经。小爷我张鼎鼎，记住了。没拔呢，叫什么？哦，你现在可以叫了。啊，爹啊！他妈，逃脱了公部的追杀？是。哦，还有点白事呢嘛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，殿下？找个宅，顶得起，找机会宰他，本来给他救着公主。是的，殿下。哎，你讲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喊我殿下，你喊我殿下，我们人家认得我是殿下了噻。但是我不想给人家认得我是殿下，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喊我殿下了。太舒服了。谢殿下。哦，这个东西给我掉吗？应该不会。早。这边。啊，是殿下。不要喊我殿下。好的，殿下。这什么东西？都爬出来了！哟，这位姑娘好像不太适应上流社会的饮食嘛，是吧，公子？其实呢，我也没有吃过。家父跟我说，这吃饭呢，它绝不仅仅是吃饭这两个字这么简单。我们有钱人现在都吃这个，刚才一群人都说他们没有吃过，那我必须得说我吃过呀。为什么？这样就能从一群人当中啪一下凸显出我的地位。司徒，怎么你不敢吃啊？敢啊，你敢不敢？我平时吃这个吃太多了，你吃。难受了吧？谁让你逞能吃那个东西的？看着都恶心。
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安排在一间房啊？这儿一共就三间房，除了这三间房就是一个柴房。怎么的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是想跟王二丫住啊，还是你想跟司徒住啊？那我睡地下，你睡床。干嘛呀？感觉我跟你睡一块儿能把你怎么样一样，就一块睡。太热了，我去柴房睡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没跟你说呢。放开，放开，过来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。这是我买的张地图，假的。你去司徒的房间，把他那个真的地图给我换回来。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虽然我是个歌姬，但我也是有尊严的。我就是让你把他灌醉，我又没让你怎么着。我说了不去，你把盆放下。明天一大早，我们两个人拿着真的地图就，他们两个人拿着假的地图去寻找，两个人就。我为什么跟司徒签了合同，我还让王翠去把地图给我换过来呢？是因为之前吃饭的这件事让我越发的不能相信他了。你说，一个这么恶心的东西才能吃得下去，这个人是不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？其实也不是非要让你去，这么小的事情我也可以做，只不过是我想给你一个机会报复他。谁让他之前老说你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他说我什么了？他说你娘。放屁！哎，我也是这么说的嘛。一点都不娘啊，多爷们儿！消气。你看这种事情至于生这么？他呀，说你之所以做歌妓红不了，就是因为你像个男人，客人见着你都没兴趣跟你喝酒。我去，地图嘛。对呀。换吗？好啊。司徒的吧？对呀。没问题。孟寒阳。用不着。七情六欲迷魂烟，去拿给司徒用。这么无聊的毒药，自己用吧。哎，怎么无聊了？我让你去拿给司徒用，他用了之后，他就会去找二丫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去把地图给我换回来。又不是没手。丁丁哥，应该叫你顶兄啊。有没有时间陪我喝个小酒啊？顶顶兄，哎，顶兄，在呢。顶哥，你怎么都不看我呀？看着呢。你说你这儿怎么这么热呀？你别啊！你别这样，我那个，你再这样，我鼻血就止不住了。流鼻血怎么了？我是童男子，没见过还不行？你脸怎么那么红啊？有吗？你是不是热得慌啊？咦，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儿。你别这么看着我。我想你别想。别！怎么了，哥？不可能！来，这个手指而已，至于吗？
轻点儿。痒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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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痒。好好好，嘘，注意点。哎呀，快点快点。是不是往客栈那个方向走的？那又怎么样？这个人真是不要脸，他连我的钱都偷，什么人呢？都是，果然有阴谋，马都被牵走了。家父说的太对了，根本就不应该相信这帮刁民。别张口刁民，闭口刁民的。我又没说你是刁民，你激动什么？住口！快走！站住！我的妈呀！他爹是张二和，他死不了的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他卖桃枣的，哦，一窝日弄包哦，看来只能我亲自除毛了。客栈也没有提升我们的实力啊，殿下。哦，再喊殿下，老子抓死你。好的，殿下。你怎么把他们的钱袋偷出来了？不是偷，是借。老板，帮我换成银票。一看你就不常来钱庄吧？现在谁还拿银子换银票？都换这个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基金啊，基金，你懂的。有风险吗？怎么可能有风险？保暖思淫欲嘛。收益怎么样？绝对会超乎你们的想象。不是说收益超乎想象，没想到吧？你个奸商！我怎么来了你？你也不用脑袋想一想，如果没有准备，我敢做这种生意？我有没有王法？呸！我马呢？我马呢？谁他妈偷我的马了？别叫了，马被衙门没收了。真是一个刁民。
幸亏我偷换了他的地图，要不然就被他的奸计给得逞了。你看他办的事儿多恶心呀，偷走咱们银两不说，还气走咱们两匹马。哎，走啊走啊走，就这一匹马了。哎，你说他走走啊。停，看来得用千里传音找我爹了。有好日子可以过了。哦，你好道长，我们想要千里传音。道长，我们想要千里传音。道长，我们想要千里传音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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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一定会叫好的。什么服务态度？生意好的地方是不是服务态度都特别差？嗯，我看是。哇，怎么这么贵呀？师傅说，两位如果嫌贵的话，可以去驿站寄信呢。没没没没没没，我们两个人呢，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但是家父有钱啊。我们只要跟家父联系上了，他从钱庄里面把钱给我们一打过来，你想要多少都行。啊，师傅又说了，这个本教的固定客户呢，可以享受先传音后付费，像两位这种临时客户，就只能先付费再传音。我们一掉钱可以传多久？哎，三句话对吧？三个字。爹，我是靠。哎哎哎哎，不不不不不，那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三个字，我跟我爹都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对方付款可不可以？这个可以，但你那一掉钱呢？得先作为定金。行。拉着我的手，对我说话。爹，你叫我爹干嘛？你不是说我跟我爹说话吗？还没连上呢。还没连上，你不是占我便宜？那什么时候算是连上啊？等我咳嗽一声，就连上了。爹，还是我。你弄我玩呢你？你明明刚才是咳嗽了呀。你爹因为经济问题，发配到琼州了。全真教千里传音功，沟通从心开始。来，一，你不是咱的马啊？衙门的人说我们的马没了，只能赔给我们这个。什么玩意儿啊？衙门的人说呢，这是大秦国的矮脚马，全名叫 Grass Dirt Pony。这玩意儿能骑吗？一脸傻相。我他妈宰了你！我，我他妈长这么大没被人图我多吗？好了，你宰了他一会儿，我们俩骑什么呀？行了，走走走，哥们儿，走啊，走！你说妈的，这俩玩意儿有什么用？都不能骑，只会吐口水。你大爷！哎，虽然小了点，也算个混血。
宰了你，我就不姓司徒。我刚好我还没有肉吃。你在干嘛？我是怕武功生疏了，我活动活动。来，吃个腿。这你还看得出腿在哪儿呢？凑合吃吧，蹲一天了，就着这么一只。要不然等下个镇子，我去卖唱赚钱吧。嗯，不行，要卖也是我卖。哦，差不多了，说两句吧。我说什么呀？我哪知道，卖艺总得吆喝呀。不会呀。哎呀，随便，快点儿。走。老板，我们真的饿得不行了。我带着我弟也挺不容易的，赏两口吃的吧。你看，我弟还是个弱智呢。嗯。快点儿啊！咋咋咋了？走走。让开！司徒耀祖，看你往哪跑！你看我这样，我能跑吗？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？我还想问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？老板，这是绵州地界吗？哦，不是，绵州在南方，这里是益州。我操！你要画地图？你丫不是也一样？混蛋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等着！孩子，你！推！你等着！你等我拔出来！你！我日！在下雨了呢！老天爷，你该开眼吧！我靠！真开眼了！事实证明，老天只开玩笑，从不开眼。八条，七两。来来，都给我等着了。好。要胡牌，先发财。哎，怎么？嗯，现在可以深谈了吗？等会儿，胡了。妖姬，你打出来呀！你不打出来，你准备熬鸡汤啊！真是的。三条。听了，你也听了，你呢？上堂。
忘带。哎，东西摆上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镜子呢？行。刘二太太，别高兴。金堂木呢？威武，威武。带上来。流放岭南。大人，你还没审呢。那就审一下吧。认罪吗？我当然不认了。那就对了，去了岭南你就认了。流放岭南。凭什么呀？我们上百两纹银放进钱庄，就剩了几吊钱出来，他们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就捡了那么一点点的碎银子，就要流放岭南啊？妖姬，你个八万的咆哮公堂，罪加一等。我哪里咆哮公堂了？你声势有点大。哎，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！还咆哮，再加一等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咆哮我再加，你还咆哮我还加，我就不信加不到你斩立决。等等。银子是我一个人捡的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放了他们！你说放，我就放。妖姬，你个八万的，你藐视我，藐视公堂，再加一等！不是，大人，你这罪有人担不就行了吗？你抓一个抓四个有什么区别？那不一样，抓了你一个，就是抓了个小偷，是不是？抓了你们这一堆，那就是破获了犯罪团伙，这是正缉。来人啊！等等，家父张二和。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？我今天真是有眼不识二五八万，有眼不识清一色一条龙啊！我再自罚三杯啊！再自罚三杯。他怎么知道他真是他爹的儿子呀？废话，他当然知道他是他爹的儿子。我是说，他怎么知道他爹真是张二和？他不知道啊。确实啊，我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真的。但我同样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假的呀。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，再说了，招待他们的费用我自己又不用掏一文钱。师爷，这个招待的费用啊就挂在衙门的账上。呀，这花衙门的钱走自己的关系，退一万步，万一他们都是真的怎么办？那就相当于打麻将，你本来要胡卡八条，结果你把四个八条全部给杠了，那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啊。张公子，我敬你一杯。令尊最近可安好啊？你可千万别哭，一路上我们全完蛋了。你踩着我，疼得我想哭。对不起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刑不上大夫，你爹没事，别哭。我爹他挺好的，好就好啊！来，我们喝一杯啊！你别！张公子，这个酒不能这么喝，不能这么喝啊！这是虎、鹿、猪、狗、牛的鞭泡的五鞭酒啊，少喝可以壮阳，多喝会乱性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我怎么觉得要出人命啊？来，宰了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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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救命啊！
你干嘛叫我？啥叫我？我亲了男人，我活不了了。我想死，不是因为我亲了个男的，而是亲了个男的之后，我还挺享受的。我看不起我自己。我要去看王叔洗澡。哎，我可不选男的，是司徒他告诉我王翠才是女的，我不信。干嘛老跟着我？其实，我想跟你说，我不想因为那天晚上的事情形成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乳沟。什么？不是那个词儿，是鸿沟。对，鸿沟，鸿沟，鸿沟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不知道。有种就说。我知道。拿什么顶着我？暗器。司徒，司徒，回来了。别挡着，我也没办法。少废话。你们在干嘛呀？快松手，快松手！干嘛呀？我就想知道是为什么。他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知道什么？她是个女的。就这事儿？我们都知道啊，除了张丁丁这样的智商没看出来，所有人都看出来了。啊？我估摸着吧，但凡见过你的人，就没有不知道的。我没看出来。这个社会是歧视女性的，特别像我这种身材的女人。男人呢，他一边骂你胸大无脑，他一边盯着你的胸，就算你拳脚再好，他也不在乎，他还是盯着你的胸，你飞檐走壁，他们也不关心，还是盯着你的胸。做女人呢，我觉得吧，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们说这么多，你们一点都不关心，你们都在盯着我的胸。这才是为什么我女扮男装的原因。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好男人照顾你一辈子。哪儿找？我，你，
马上就到大理了，你不高兴啊？你看那两条鲤鱼，怎么了？左边那条呢？一心想越过龙门变成龙，旁边的那条，明知道不可能跟他一样，越过龙门变成龙。 可还是愿意陪着他游到龙门口，最后只能是看着他变成了龙，远走高飞，又或者是没有跨过龙门，摔死在河岸上。你说他们两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水里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做龙呢？我去捕鱼了。 关在这座山上，司徒到这儿，你别说了，咱们俩像男人一样决斗一场吧，谁赢了谁去救公主。不是的，我别说了，来吧来吧来吧。司徒，我打不打？不打我来了哥。你谁呀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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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你们是猪个，家好的婆嫂就出来了噻。什么情况？他在干嘛呀？有埋伏。嗯。哎哎哎哎！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哥，哎，在自己家稍微呀。你谁啊你？哎，在你死之前啊，给你瞧一下我那真面目啊，你死了也就安心了，哥。大哥，你能不能行？能不能快点啊？说是喊你毛着急。没想到吧？可是感觉还意外。你谁啊？哦，我们好像是没见过。嗯，这么跟你说吧，理论上来说嘞，咱俩是连襟，我是你姐夫，我是二驸马，二驸马。那你有病啊！我是来救你媳妇的，你杀我干嘛呀？就是因为你来救我媳妇，
谁要救我媳妇，就看我也不共戴天之仇。哎呀，宰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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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是你把两位公主劫持到这儿的吗？对呀。为什么呀？为哪呀？他问我为哪呀？他问我为哪呀？娶公主这件事儿吧，这就是请一佛爷回家供着呀。哎呀，最可气的就是老丈人，天天在家甩着钉耙摇着钉的，你还不敢得罪他。还有公主，每天他妈的跟我装可爱。哎，我说你倒是真可爱，也就。我跟公主，我们这个感情还是非常好的。啥报啥报，你踩到我那孩子了。师傅，我来了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还挺吉利啊，你在这里蹲的着呢呀，啥呀？在客栈跟他对打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他速度太快了，长棍无法发挥到他预期的威力。我的招数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，而他的招数我防守起来捉襟见肘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长棍为钢，铁弹为柔。当他挡我棍的时候，铁弹就会改变方向，刚柔相济，让他防不胜防啊。我为什么打不过他呀？俗话说得好，一寸长一寸强，一寸短一寸险。你看，何止短一寸？不过我这次跟他打的时候呢，经过了深思熟虑，还是没想到什么好办法。但是任桑宠完了景熙，走你。哎哎哎，别追跪下。哎呀，司徒，扶我一把嘛。我不去救公主了，这是咱俩的契约，我还给你。我有更重要的事去做。王翠，我跟你有话说。二丫，
快去救公主吧。要是当不上驸马，谁来捧我的场？你说真的好好瞒山四海啊，我有权，我们俩共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盖天下之盛世，莫如婚嫁之喜。婚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。上以示宗庙，而下以祭后世也。靖康二年二月，司徒耀祖迎娶建仁公主，授驸马尉，官拜二品都统制。靖康二年三月，金兵兵临汴梁，钦宗徽宗被俘，北宋灭亡。站在山顶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了，其实我们都是在凡间，追逐着不切实际的远大目标，却忽视了身边真正在乎你的人。二丫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到底是让我说话还是不让我说话呀？你想说什么？听我跟你解释吗？我不要听你解释。你想听什么呀？你难道不知道该说什么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千万不要相信女人的话。比如他问你啊，你想吃什么呀？随便，听你的。哎呦，你大男人怎么一点主见都没有啊？那我吃红烧肉。你怎么是顾自己？你怎么不管我呀？啊，你说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那么自私？你听我给你解释嘛。我不听你解释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听不听？你能不能不舍普通话？你舍普通话太粗溜了，我是让我先舍好不好？其实我现在想想，你说做龙有什么好？一会儿来一猴子，把你们家柱子拆了；一会儿又来一和尚，把你变成一匹马；再来一小孩，拿个大镯子捶你脑袋，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有什么好？现在做条鲤鱼。是平凡了一点，也只能吃点水草，啃点泥。但是只要有另一条陪着你一起，不也挺好的吗？我是司徒耀祖，这是我的故事，现在我很满足。
大央，乃儿子张定定他花的，乃儿子张定定，乃儿子张定定，乃儿子张定定。妈，这是你娘啊，十七长五进二字 AB 同伴。一箭都没有拨到，姑奶奶欠着。我笑，不笑了。Sorry.是个歌妓，怎么了？你以为杀上那个寡妇是司徒去盗的？姑妈娘，你干嘛死？你们你妈死了！哎呀，行，我要告武举科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哎，你拥有我。哎，你们怎么？看好了。我们寻常人能够过个平稳的日子，蛮好的了。